二轮乡公所今日举办父亲节以及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扬活动，即首长的爸爸伫个囝儿逝世陪伴之下，盛装打扮出席这场活动。平常时严肃的表情，伫个台顶嘛出现了难得的笑容。虽然不是假日，但是出席观礼家属也是真踊跃。看前面哦，好，来吸。今日是办咱104年模范父亲及好人好事代表的颁奖典礼。今日有足侪因家属啊、亲朋好友啊，拢倒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的呢，包括代表会啊、所有村长啊，拢莅临指导。对囡仔今日是受教育特别的注重吼，啊，今日是受在咱的各行各业嘛有足好的表现。有人讲大孝献亲，意思就是讲做囝儿事事有事业有成就，和许多人有面子，这就是一种友好的表现方式。今日出席家属有真侪人拢做着啊。这场颁奖活动，乡长夫人嘛以婚姻观志工歌唱比赛阿君的身份来到场演唱歌曲，营造气氛。需要好人好事代表进行颁奖，就连乡长政府组是亲自奉上茶水，用行动来感谢这阵为地方投入公益的好人隧道社。帮咱整理咱社区的环境。老师好事代表啊，由我本人来奉茶呢。因为因为地方来付出啊，牺牲奉献啊，这应该达到咱啊乡的感谢之意呢。今日这个颁奖活动在九龙乡老人会举行，包括多位乡民代表以及各村的村长也拢出席观礼，含这模范父亲好人好事代表作为来分享这份光荣。记者李炳安采访报道。